大概是摄氏几度呢？37度。我现在八分手了。是掉猪肉吗？对。对啊。特浓的豆浆，现打。不是现打。今天居然没有在排队。因为这时候不是尖峰时段啊。你就是想吃有排队。对，要就是想吃有排队，我就犯贱。欢迎收看《小石头啪啪照》。哎，厉害啦！今天就是要介绍南门市场，最近他们要搬迁，要搬迁的。对，所以说我们来先来拍拍大家的回忆，大家的美食回忆。对，他事不迟疑 ，Go！ 他搬家了 ，Go！ 他吃个东西。哎，我吃了你们东西，好舒服哦。舒服，你讲太好了。对啊。哦，谢谢。Okay. 你顺着它的纹路这样吃，非常好吃。嗯，就旁边。对，我牙齿比较不好，就是我。我四十岁啊。四十岁啊，哇，这跟我少年看，你敢三十岁嘞？没人白没人吧。啊，姐姐，你们有点吃力。对那个南门市场要搬迁有什么想法？没有，就是说非常好。为什么非常高兴？没有啊，因为这样子大家集合在一块，整个全新的多好。改天来的时候就是全新的环境这样。啊、全新的环境、哦。谢谢，谢谢漂亮姐姐。这叫什么？这就是那个心太软啊，心太软，对不对？那个莲藕里面有包什么？糯米。糯米，我以为是包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我的一颗心，我要一颗，要哪一颗最肥的？啊，这一颗好了，你要哪一个？这一颗我算一算，应该这边怎么会有计算机？你们也会搬去那个10月初就要搬了，对不对？那你们会搬回来吗？会啊。其实放一边就可以。放一边吗？放一边。哦，对，哇，它有附酱汁哎，冰糖酱汁，是冰的就好了，吃冰的就好，不用加热这样。那可以放多久？冷藏的话就是2-3天。2-3天好。对，然后你白酒一点，帮我白冷冻，冷冻的话可以3个月。白酒一点，那就是不要用红酒，要用白酒。拿着打哈。啊，这样多少钱？200元。OK。可以吗？可以，谢谢。手工蛋卷，这个真的很酷。叉烧包好小哦，好可爱哦。你好，这是什么？这个就是蛋黄千层糕，就是千层糕。然后这个黄色是什么？蛋黄千层糕，所以它蛋黄。对，我最爱的。对，这属于老式点心的。饮茶店我也没看过。点心，可能不一定。现在是老师傅的手法，所以广告那么晃。那我想请问，那你们也会去那个爱国东路那边吗？是大家全部都会过去。大家全部都会过去。对，这边最后一天，10月6号。10月6号。10月6号。很重要，所以要讲三次。对啊，要讲三次。很重要，一次。阿姨，那我就姐会叫阿姨，自己很会称。有人，不然他也用烤的，也很好吃。哦，用烤的，烤完应该很香的。对，烤完就比较香，因为有蛋黄。对，好，来行哎。好，谢谢谢谢。手工蛋饺听说很厉害，他们叫做利家湖州粽，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他们除了现煎的手工蛋饺之外，还有没有其他粽子类？哎，真的有哎，我看到辣味，我觉得好喜欢啊。辣味的话是港式的那种肝肠腊肠，肝肠腊肠。然后火腿的话是金华火腿片，辣味是肝肠腊肠，栗子里面加2个大栗，然后2个干贝。我没吃过，可以试试看。感觉都好高级哦。嘿，网络上宅配第一名。请问你们也会搬去那个新的地方吗？会，就是爱国东路那边。大家一起搬。全部大家一起搬。哦。然后一起回来。3年后大家也会回来，团结一条心，就对。那我想要。火腿、辣味跟蛋黄，但我们要认得出来哪一个是什么。对啊，我们的对，真的认不出来呢。对啊，蛋黄的话，绳子是最粗的，辣味帮你做记号，再来是火腿，记得住吗？好，讲一次。蛋黄、
辣味火腿，好厉害了吧？换你讲一次。来，这样三个一九五。天下第一摊。哦，还有佛跳墙哎、欸！最近你们要搬，就是要拆迁嘛，所以我们想说特别过来记录一下，这样，对对对。我们记录一下，有个以后有个对现在跟旧的这样的版本。对对对 对, 對，就是做个纪念。好，慢慢看。对对对。那个青椒挂肉是我们特色的。青椒挂肉那怎么卖？青椒挂肉一斤480。一斤四百八。一斤四百八，走。由于我们预算有限了，我们还是买这两样就好了。哪两样？就是那个青椒跟那个麻辣豆腐鸭血，感觉很好吃。那个感觉很贵。不会啦，可以啦。富哥买单。哦，富哥买单。那我。酱鸭，我们酱鸭也是最招牌的。酱鸭好啊。酱鸭这个可是酱鸭一次要半只。半只怎么卖？半只是360。半只360。半只是360。好。那就来半只，那个好，帮我切，这样应该够。然后这个青菜卵也是我们招牌的，他们也有青菜卵。这是鱼哎，这鱼好肥好厚。对啊，很肥很厚，比慈禧太后还厚。对，好烂哦，不止流汗还流口水，琳琅满目，你几乎是每一样都想吃哎。熟食区。对啊，看起来你看，所以我刚才说每一样都很想吃。OK， 这样就好了哈，这样就好。刀削面要去吃一碗吗？刀削面在哪边？楼上，他说楼上。